讲哦，这个材质有点凉凉的，然后呢，这一次的螺纹压纹很深，所以呢，即便是咖啡色，我站远远的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好，长度我更喜欢了，因为可以因应所有的高个儿、小个儿、中个儿都可以，弹性的，因为妈咪可以穿，而且这个扭结刚好又扭在这个大家很害怕的腹部中间，而且它不是那种会贴臀的，它很弹，它不是会贴臀的，而且咖啡色我觉得非常好看，咖啡色你可以搭黑色的牛仔丹宁背心，超赞哦，超帅性哦，你看这样搭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看？如果你觉得太无聊，有时候你自己可以加一个帽子，但我觉得这件真的不无聊，是因为它螺纹压得很深很深，所以呢，你在很远的地方，不论是咖啡色还是黑色，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还有这个大大的扭结，它不是小扭而已，它是大扭，扭到你肚子觉得很肉的地方全部都扭住了，所以呢，来这边有肚子的人也都看不到，然后正面侧面都非常非常瘦，然后弹力非常非常的好。